东南亚少数民族的一响，古董、玉石等等，价钱还很便宜呢。进那个龙珠头那边还有一些歌手的表演，还有卖艺演出。记得来到庙界，千万不要走马看花。这个好东西，这个呢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老字号，所谓的那个凉茶店，就是本地人啊，就是每趟经过几乎都要喝上一碗，尤其是你什么火气大啦，什么时候一定会在这里放下六块钱，然后喝上一碗无花茶这样。好，庙街的情况就说到这儿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左岩发现了什么。